时间是8:13，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独立进行的节目是京广星光下。到了礼拜五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固定的常态单元《爱的备忘录》。这首歌曲张凤凤所演唱的《闽江夜曲》，哇，歌声一出之后，似乎呢把整个的时空拉回到了这个妈妈的那个年代了哈。好，那么今天针对这首歌声，我们为什么要播放呢？那就是要回溯到跟妈妈相处的那个时代，若干年前你是怎么跟妈妈相处的？尤其现在哈，我们刚刚在新闻笔记里头也特别提到了，毕业的这个热潮快到了，很多学生不管是毕业啦，或者说重新再考啦，哈，考试啦，好，这种这个暑假的那种毕业旺季，当初我还记得我小那个时候高中毕业哈。考大学哈，这个考高中考大学都是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那时候的妈妈，你的妈妈是扮演什么的角色呢？好，针对一般的大学生，哎，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大学生如何来关怀他们的这个大学教育的问题。今天在线上我们跟您连线到的是华范大学的校长朱建明，朱校长目前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来问候一下我们的校长。校长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校长，这首歌曲《闽江夜曲》哈，拉回到的妈妈那个年代的这个时空，来我们回想一下哈，当初妈妈在这个你求学阶段是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啊？这个《闽江夜曲》一放啊，真的是把这个时空拉得很早啊，也泄露了这个校长的年龄跟年代啊。这个通常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大概妈妈的时代的歌不是这一首歌了啊。那不过就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呢，我读书的时候都是一方面妈妈都在旁边陪着啊，那我个性不太安定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还得听听歌，就陪着母亲呢一起听这些老歌。那这个是一个儿时的一个记忆啊，所以到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读书的时候还是在听歌，可以一面听歌一面读书，可以读得比较久一点。是好，不过呢我记得我那时候求学时代啊哈，倒是没有时间去听歌，那可能这个回到家哈，抱着摆下书包先做手工，做完手工之后才去写功课。好，可能叫一个乖的小孩啊。因为这个家里需要我们自己呢来做手工来贴补家用。哦，是是。哎，不过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议题啊，就是如何来关怀大学的一些教育。那是目前在坊间大学他们到底升了没呀、啊？其实我们就很关心说，一般的现在大学生他们的一些成长过程。那其实自古以来哈，这个大学，我先讲我自己个人经验。我上个月到桃园的高绕部落去采访的时候啊，我遇到一个这个老爷爷，六十七十岁的这个老爷爷哈，他说：“哎，蒋龙，你知道吗？我当年呐、啊，这个高中才毕业哦，算是他们高绕部落，哎，开玩笑，那种高学历的一个典范了耶。”那可是现在放眼望去，大学真的不算什么了。是的。所以说大学这个两个字，就华范大学的这个朱校长来看的话，其实大学身为一个大学生，他必须要具备什么的意义？其实大学的这个定义啊，跟他这个内涵自古以来到今天一直在变化啊。所以不同的时代对于大学其实有不同的定位。如果从大学最古老的字义，我们就《大学》这本书讲的就是，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这个因为古代的时候，这个大学啊是很少人读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种比较像是贵族、君子啊那样的一种学问。可是现代呢，这个大学越来越多啊，所以大学的这个概念呢，应该是非常宽广的，它有精英教育的部分，也有普及教育的部分啊。所以其实对同学来讲的话，应该是看自己啊追求的是什么啊，然后选择什么样的大学。所以古代的大学是一种狭义的单一的一种定义，那现在的大学其实应该把它想得宽广一点，它容纳更多元的这个同学，然后也提供更多元的目标。
哦，也对哈，这种概念要先翻转过来，否则呢，可能大家很狭隘说，哎，我大学毕业了，可是你自己本身没有学到任何的一些这个基本学识跟涵养的话，你到了这个社会之后，没有办法去跟他竞争了。对，因为这里面刚刚提到，就是说，不只是同学要有这个多元的想法啊，家长其实更重要，也要有多元的想法。如果说，把这个子弟们认为他们一定啊要追求某一种标准或某一种这个行业才叫做成功的话啊，这可能是很危险的啊。嗯，所以刚刚主持人放这首老歌给我听啊，张叶奇，我就想到这个我自己算是比较幸运的啊。嗯，因为我的父母对我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宽容的。嗯啊，那我是一边做功课一边听歌，那旁边其实永远都陪着妈妈啊。哦，好好啊，是很幸福的啊。是，那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过程里面我得到的是一个陪伴跟宽容。那我自己读的那个科系啊，坦白讲是很冷门的。嗯，啊，我原来读心理，心理读了两年之后，哎，发现没什么兴趣，我跑去读哲学。嗯哼，啊，越读等于说越冷门嘛啊。嗯，可事实上这个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干涉啊。嗯，只有有一天听到他我母亲跟隔壁邻居讲话的时候，突然提到说，哎，他这个小孩不知道怎么搞的啊，越读的东西我越不懂。嗯，啊，我才晓得原来他们还是有一些意见的啊。嗯，不过他从来不对我讲。是啊，但那一句话我一直记得。所以我就想，如果一个家长他很强烈的表达说他希望他的小孩读什么或不读什么的时候，嗯，其实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是，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心理系或是这个哲学系就我们知道我们所接触的读这些科系出来的人，他们的那种逻辑是很清楚的，那种思路是很清楚的，然后整个那种人生方向啦是很有条理的，其实这个是让大家很佩服的啊。不过这个要花很多的时间啊，那个尤其像这种冷门的科系啊，它因为花的时间比较多，跟那种一般的这种比较热门的科系之间呢，它比如说你自己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兴趣在这里，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嗯，啊，所以如果自己选的科系是比较冷门的啊，必须要很清楚你真的有这方面的兴趣跟这方面的一些甚至说有一些长处，你才走下去会比较容易。不过校长，我们现在反过头来问了哈，你说当你在求学阶段这个妈妈一直扮演这种陪伴的这个角色，那可是今天你已经身为人父或者为人母了，那我针对你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孩子，你觉得这个做父母的他现在面对现代的这个学生们孩子们，他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我自己的成长经验里面，我觉得陪伴是很重要的。陪伴还是陪伴。那也许有一些年轻的时候啊，比较叛逆啊，他觉得你陪在旁边他很烦。嗯。但事实上，他某一个时间里面还是颇为需要的啊。嗯。就是在年轻人成长的过程中，他其实永远需要一个支持他、陪伴他的。嗯，甚至你要在某一个程度上要肯定他的。嗯。啊，即使他犯了错，你也要给他包容啊，给他肯定，给他支持。嗯，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认为说大学生好像都成年了啊，那其实现在这个几乎人人可以上大学。对，所以大学生的那种多样性也是非常宽的，所以大学里的老师啊，我个人是觉得也要有这种陪伴的功能啊。哦，因为早年的大学好像就是老师教完书就走了，只是一种知识的传授啊。嗯，可是事实上在一个多元的大学形态里面呢，我们也要针对那些需要陪伴、需要指导的那些学生呢，要提供这样的一种
老师在旁边。嗯，是。哎，不过校长，待会儿我要问一个问题哈。你刚一再一再提到这个陪伴，其实当我们这个感同身受的时候，觉得陪伴真的是很重要。可是他如何，尤其是身为家长的了哈，他如何去界定何谓陪伴，何谓介入，何谓干预？因为我们常常会这个碰到父母说：“哎，我这个都为你好。”哎，是。好，那个校长，请你等我一下哈。是。国道中山高的南下斗南收费站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那么在中山高的南下56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的内侧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状况，还在处理。中山高的北上131.5公里到127.6公里过了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路肩在进行柏油铺设，在国道中山高的南下24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内侧车道有3部车发生状况，已经通知国四队去处理了。尤其看到是说有3.5吨的货车还翻车，哎，货物掉落满地都是哦。这是在国道中山高的南下244.5公里，国道3号的南下福德隧道的内侧在进行灯具的更换。8:24了，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星光领航员蒋彤。今天在礼拜五的爱的备忘录，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议题呢，就是大学生的一些教育关怀。那么今天在线上为您连线到的是华范大学的校长朱建明朱校长。哎，不过朱校长，我们刚刚问到的时候，陪伴、介入跟干预，他怎么去界定？是，我觉得因为像我这个年龄，或者说目前很多大学生的父母，他们的年龄跟他们所生长的年代啊，嗯，其实在很多的这种标准上面啊，跟那个所谓我刚刚讲成功的那个形态上面，嗯，都蛮单一的，嗯，啊，都蛮单一的，好像就是学位读得多，读得高，然后这个钱赚得多啊，那个职位比较高啊，就好像是这个成功了啊。可事实上，如果拿这样的一种这个单一的标准或比较窄的一种形态，你去框那么多的大学生，那么多的年轻人，你可以想一下，真正能够达到那样一个标准、合乎那样一种框框的人，其实是很少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拿那个标准来看待的话，这个100个年轻人里面，可能只有10个是成功的，那90个就算失败的吗？嗯，啊，所以真正我们在一个理想的社会，或者是一个好的一个学教育体系里面，是要让每一个人去发挥他的这个潜能，啊，创造一个比较多元的幸福的管道。嗯，那我们自己是生长在一个单一标准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跟那个时代里面，可是到了现代不一样啊。嗯，啊，现在年轻人他的那个资源跟他的管道，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创造新的机会给他们。对，这个是一个进步的时代啊。嗯，所以以前我们就常讲说，男生啊就一定要怎么样，女生就一定要怎么样。所以一个男生跑去对裁缝有兴趣，他妈妈就会很紧张啊。嗯，对不对？对。可是现在因为有一些男生当了这个成功的时装设计师，开玩笑啊，马上这一个观念大家又改变了。嗯哼，啊，那好像说，哎，那当了，因为他这个在国际扬名，于是大家把这个观念打开。那万一一个学生他对这方面有兴趣，他没有办法在国际扬名，难道他就失败了吗？嗯，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父母要想，首先要反身自己去想自己啊，就是说，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的标准啊，那应该给孩子们呢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啊，不要拿一个单一的框框呢去约束他们。嗯嗯嗯，我自己是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很希望得到父母的肯定。嗯嗯嗯，啊，我也看过一个年轻人对绘画非常有兴趣，是啊，但是他的父亲就一直不让他走这条路。嗯，啊，那他就一直想证明给他父亲看，啊，希望有一天他的父亲说，哎，我觉得你还是选对了啊。嗯，哇，可是之间的拉这个过程中多长啊，啊，多辛苦。嗯哼，啊，所以我说，真正这个关心自己的小孩，不是要拿自己的标准呢去放在他的身上啊。嗯，那生命有的时候需要一段摸索的时间，我们都应该给他的。嗯哼。
是，就像这个朱校长，你当初在求学过程阶段哈，妈妈一路上陪伴的这一份的那种感觉，我光这样听起来就觉得啊，好好哦。是啊，所以我是自己觉得我是蛮幸运的啊，所以我也走的冤枉路，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冤枉路都是自己学到的啊，那就不会再走了。是，如果是别人强迫你说你不要走，不要走，啊，你不尝试一下的话，其实你永远是不会真正学习到的。OK， 哎，校长，对不起哈，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先跟校长预约一下？因为你看现在到了这个毕业的旺季了，是的。那么求学的不管是这个重新来考试啦哈，或者说踏入职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由这个朱校长你自己个人在教育方面的这些经验，那么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一路来关怀大学生，不管他们是生活啦、感情啦、跟学习问题，甚至呢我们下礼拜想要问你说这个面临这个学生孩子啊，他们想要打工啊，是的，可能会失去掉一些学习的机会等等。那我们刚刚在新闻笔记当中也整理到了，像尤其今天新闻也报道说，有些欧洲的这个学生们，他们可能为了要筹学费，可能不惜去牺牲自己，用肉体去交换那个金钱来筹得这个学费。就其实好像这种现象国际之间好像也很普遍，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单元，渐渐的把大家的那种观念先厘清，把厘清开来，好不好？是，所以先跟校长预约喽。好，所以呢，先跟校长预约，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这个问题来关怀大学教育，好不好？好的，好，校长，谢谢你，谢谢，我们下礼拜见，谢谢，拜拜。好，我们今天谢谢我们华范大学的校长朱建明朱校长，以他个人的这个教育的经验哈，来给这些大学生或者家长们一些关怀跟叮咛提醒。